奇，家里有五口人，有爸爸妈妈二弟弟和我。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叫邢佑，今年我16岁了，我来自柬埔寨，我住在菲律宾，我和家人住在一起，家里有五口人，有爸爸妈妈二弟弟和我。我是学生，在 CBS 学校写中文，我写的书是 YCT 一年级 A 版，我的老师叫水朗，我在下午一点去学校上课，一点五十开始上课，四点五十放学。我很高兴能在 CBS 学校学习中文。我在萨特波学校学中文，高一年级。在建校里，我有六个朋友。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。